几小时之前，在人来人往最热闹的大街上，大家都围着一面电视墙广告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有位周先生，因为之前说话不慎得罪了一位田小姐，现在他知道了自己的错误，所以特地出高价买下了这面电视墙，向这位田小姐道歉。许多民众就说了，为什么这位周先生不干脆向田小姐求婚算了呢？确实，看来这小两口挺有戏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位周先生的道歉宣言是怎么说的。来，吃水果。啊，田青小姐，那天我在联谊会上，我对你说了一些很不礼貌的话。现在阿胜是我错的。你看，这不是以翔吗？其实是个很善良，很有爱心的人。真的是以翔？我想在这里。他怎么会对你说对不起，希望你接受我的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这个一想不是在闯事业吗？我看他根本就是在外面鬼混。不行，我不能再放纵他了，我非得叫他马上回来准备接班不可。这个题我喜欢你。